突然发现轮有被钉到，可能是前天晚上吧。你们像这样情况就不要随便去拔它，因为它拔起来气整个都落掉了，一定不要去拔它。本来这个轮胎想打算还要用，应该可以用1-2000公里啊。哦，等一下去给他看可以补不？那不能补，可能就要提早换了。好吧，先这样。还是确定要换这个轮胎呀、啊？现在换前面的轮，用那个贝纳利旧恶魔。帮我换前胎旧恶魔啊，120/70/13寸，来帮我洗胎，不错了，这一家服务。
你们在桃园种地可以来这边。好，有电话你们可以自己打。大家好，昨天我刚换完被叮到，本来想说我要多用1000公里要补胎，后来他们是跟我说还是要换的，因为里面一个轮胎，你看那影片过应该就会看到有裂了啦，那拍很近，像这个拍很近，你看那很干净嘛。是这一次我换那个旧恶魔啊，因为红恶魔有出后面的进到台湾，那前面是没有进到台湾，国外是有了个红恶魔，我写的应该不是旧恶魔，应该是个第一代的啦，因为他们有三个版本嘛。我这个是个前面是宽的是120/70，然后也是13寸，跟后面就差在一个宽度而已。我骑起来一个角度还不错啦，跟那个马吉斯上 R1， 问题问 R1 不是最顶级的，而他们还有分，就是 R1 那个轮是比较远，抓地力也不错，因为这个贝纳利轮胎是比较尖，所以你要转弯的幅度会可以斜，然后变很灵活，我在转弯之后它就变很灵活，跟以前不一样，骑起来还哦，真的很不错啦，就是看大家看每个人的需求嘛，轮胎对不对，看你怎么骑呀。我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看我的荧幕，希望你们按赞啊、分享，然后顺便 subscribe， 谢谢你们。